我常常在想，大学的文凭对我而言重要吗？在我准备大学考试的那年，我很迷惘，到底怎么选择，到底怎样前进才是最好的。大学填鸭式的教学使我对未来感到彷徨，但是我们视而不见，依然想着靠着大学文凭，我的未来会是美好的。其实早就意识到大学不过如此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的大学才不要这样，文创学程才不会只是如此。该怎么选择才好？往哪个方向走才对？文创提供的课程相当多元。我真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前途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还没发觉的未来，大得超乎想象。我希望的未来的人生永远耀眼，永远，直到永远。我衷心的期盼与你相见。To the shadows of your eyes, I feel that somewhere deep inside another light within me dies. 在这场人生的方程式中，在 X 轴与 Y 轴相知的点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这对象是谁？新生。所有人啊，其实。至于中心文创学程的同学，大家好。中心文创是一个新的学程，我们在经费师资方面呢，都尽可能的发挥我们资源的效益，欢迎您加入这个大家庭。选择中心文创学程是你不会后悔的决定。Go！ 好久哦！有创意吗？老师的脸没。